是6月11号星期五，第三、第四节，我们要上的是活化课程校园导览的部分。今天我们上课的小朋友就是三四年级、中年级的小朋友。那校园导览上，今天上的是星光陶板看台。好，上一次呢，我们已经在前几周的时间呢，我们有完成了山猪广场以及陶板手艺纪念墙这两个景点。好，那这一次我们需要再完成的是星光陶板看台。啊，星光陶板看台在哪里呢？没有错，就是在我们的操场，在我们操场司令台的两边。哦，那这边的陶板是当时因为在做损坏这所在做整修的时候，为了让这个地方看起来更活泼、更有朝气，所以当时的校长高以松校长呢，就争取了这个经费，开始做一个修缮的工作，邀请全校的老师跟小朋友一起来创作，师生共同创作，一个人一个板子，然后一班一个主题。所以小朋友也可以利用下课的时间到校园的星光陶板看台这边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老师或是你认识的学长姐他们的作品哦。那下课的时间也可以去这边欣赏大家很棒的艺术创作。好，接下来这是我们的导览文稿。好，那我们再来念一次哈，我们一起念哦。好，老师先念一次好了，我们再请小朋友来。你好，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小小导览员，这边就是写两个名字，欢迎来到介绍12级的星光陶板看台。星光陶板看台是位于操场司令台左右两边的梯形座椅。为什么是各梯位形？嘉宾哦，大刚刚家看到这个这个陶板看台，它就像阶梯一样，一层一层的，所以是梯形座椅。啊，这里的看台原本是一般的水泥座椅，当初因为地板跟跑道损坏严重，所以前任校长高以松校长呢，在整修操场的时候，为了不让梯形座椅变得很单调，于是就请全校师生共同创作，一人一个陶板，各班一个主题，就这样花了2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好，那小朋友就先来背这一段哈，那。好的，小朋友就请举手，我们就来听小朋友背诵喽。好，所以我现在来看谁举手了。好，李弘毅是吗？好，来李弘毅要背了吗？不是，李俊佑要背了吗？OK，好，李俊佑，那就挑战。哎，我们要看到你整个人，哈哈，好。来，我们先听李俊佑来背喽。他在上国画课堂，跟我不同课堂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小小导演员李俊佑，欢迎来到介绍。啊，其他人请安静哦。星光陶板看台，因为操场司令台左右两侧的阶梯型座椅。这里的看台以前是水泥座椅，因为操场的地板及跑道都受到严重损坏，所以前任校长高礼忠校长花费金钱来修复操场。在整修操场时，为了不让阶梯型座椅变得单调，于是请了全校师生共同一个人一个陶板，一个班不同的主题，终于花两个，就这样花，终于完成。好，来，大概九成都背熟了哈。好，如果你们觉得啊这边哦太难，
讲了，你可以像刚刚其实俊佑就讲说，因为操场可能你就讲说跑道损坏，或是因为操场损坏了，所以前任校长就争取经费来整修我们的操场，这样也可以哈。好，所以他这个文稿当然是如果你可以按着背也可以，那你加一些些自己的话或做一点改变也都可以哈。那现在还有没有人要背？如果没有的话，那个我们那个两张截图，你们都截图好了吗？都截图好了哈，家长也是，星辰也截图好了吗？还没。张星辰，你截图了吗？两张。那个李弘毅，你先帮我关麦克风。好，李俊佑两张都截图好了吗？好，李弘毅两张都截图好了吗？你哪一张没有截图好？第二张？我不知道。好，那你等一下先捋，你就先等一下好了。来，那我们因为我要背文稿，所以现在我要给你时间背。我们现在是11:03，你们大概要背多久？背7分钟哦。那老师先约一个11:20，可以吗？我们先约11:20，好。现在11:03到20就是你给你背的时间，然后11:20你们不要离开哦，11:20的时候你们再帮我把那个荧幕这些打开，我们再回来哦，我再回来就背给我听。好，那20如果你回来就背给我听，好的，那今天就下课，有没有问题？好，怎么样？老师是这一面还是两面？两面。两面，没事。对，把两面都背完。我们先背到11。老师，拿两张截图，不是一张而已吗？两张哦，我再给你第二张。哪两张？第二张在这里。哦，这个，那我先截图。好，你先截。截好了。是。嘿。现在我可以直接背第二页。你可以直接背第二页，可以啊。但是刚刚的第一页还没有很熟哦。好，那你可以先背给我听，然后11:20回来背一个背，好吧？俊佑这样很恐怖，好。好，来李弘毅，你有没有问题？没有。哈，那你截图截好了吗？你截好了就可以把荧幕画面关，就可以先关荧幕。好。小朋友，来，恩惠有什么事？恩惠是举手吗？还是在伸懒腰？举手之劳。你在伸懒腰哈。你说什么时候要背？刷刷牙。11:20。哦。可以吗？好，我们11:20吧。哎，11:20回来哦。好、哦、好，那俊佑，等一下20一起背给我听好了，你就不用背两次，好吗？好，那现在就是15给你们自己背，好，然后20我们再回来。李弘毅，叮咚，我有一个秘密，悄悄告诉你。叮咚。没有出啊。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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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弘毅，请你把其他的，我只要一个画面就好，哦，不要两个。我现在可以赶快背哦。对。不是，哎，那个，都那么快，就是那个什么第二页的原住民图等等等的，那个前面显示琳琅哦，是吗？你等，哎，等，前面一点是，原。这里有校长亲手做的设置图，老师做的小女生，还有各式各样可爱的动物图、风景图、原住民图腾等等。那前面两个字，琳琅满目。哦，原来是老师。对，琳琅满目。那么其他的不是我上课的声音，麻烦请你关掉，这样会干扰哦。我要先去看我的贴图。老师，是。